大家好，我是宇宙星球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苏州市的捷运站。好，我们先下去吧。请紧握扶手，勿倚靠扶梯，小心站稳，注意提及。请勿低头使用手机，请勿低头使用手机，知道没？哦，就是那个茶院场，茶院场什么的。麦当劳吧，居然还要吃麦当劳，吃饱了没？请紧握扶手，勿倚靠扶梯，小心站稳，注意提及。请勿低头使用手扶手，请在扶梯口前。我要把口罩拿出来。我要1块钱，我自己操作。哎，我们这是几号线啊？四号线。我们从哪里坐？这个需要怎么用？为什么要选择票价？那我要买3块钱吗？你买几块的啊？买几块？啊？我要买几块的？请选票价。等一下。不行啊。我不知道要按，先行选择票价。那你要干嘛？先选。是在买吗？对。还是在玩啊？我在买。请选择数量，大概是一张。2块钱。哇，看他们的票，他们的票好漂亮。哪边啊？壁画，你走路看路。小心站稳，注意提及，请勿低头使用手机。请握紧扶手，勿倚靠扶梯。小心站稳，注意提及，请勿低头使用手机。我们到苏州火车站吗？我们要坐到苏州火车站。我让我用对了。请握紧扶手，勿倚靠扶梯。Watch the gaps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.